苏州公安局吴中分局官微5月15号晚发布消息称，13号，该局木渎派出所接群众报警称，其女儿在长塔路某小区电梯内被人猥亵，警方于当日20时左右将80岁犯罪嫌疑人陶某抓获。目前，陶某因涉嫌猥亵儿童罪，被采取取保候审的刑事强制措施，案件还在进一步审理中。80岁老人为何还会对儿童做出这种事儿？中国网曾有文章对类似事件分析称，猥亵儿童案时有发生，是一种异常性行为，一般可以分为两类，一种是境遇性的，占少数，一种是先天性的，占多数。境遇性猥亵儿童是指在特殊的环境中产生的行为，如过去的皇宫等，他们既可以以成年人为性侵对象，也可以以儿童为性侵对象，在找不到成年人为性侵犯对象时，才会以未成年人为目标，或者有时候只是因为幼儿性器官发育不成熟，缺乏性能力，才转而进行猥亵。新京报董新闻综合整理报道。